好，带你看到我们收到的奥运最新的好消息，台湾又夺牌了。拳击好手林玉婷，她征战巴黎奥运拳击女子57公斤量级的比赛呢，在八强战当中，她对上了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好手，最终她是以5-0的成绩晋级了四强，确定有保底铜牌的她，现在渴望再为她的奖牌颜色来升级。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。尽好新闻。